大家好，下面给大家推荐两款锦江最新推出的重涂产品。下面我们开始演示它的变形过程。第一步，我们将变形机器人上的剑跟盾牌从它身上摘下来，然后将机器人的上半身旋转90度，再将它的左右手臂相对旋转180度，再将左右手臂折叠，接下来我们将机器人的左右脚从上到下把扣位扣住，然后转动机器人的左右大腿90度，再将车顶盖往前折叠，把车底由上向下旋转90度，并扣入前面的这个连接扣。保持这里是一条平行线。然后把车顶往后翻，把左右车门打开，然后向前转动180度，并扣入肩膀这个扣位。左右一样，接下来我们将车头从腿部拉出，然后将车头外盖往外翻转90度，然后再向上旋转90度，接下来将前后车门同时扣入车底的这个扣位，接下来我们将车顶盖由下向上折叠，注意这个关节相对弯曲，扣入车门上面的这个扣位，到此变形过程结束。最后我们将盾牌跟剑配在车架上面。